周易然，你找我干嘛？心仪，情人节快乐。还好是你。哎呀，烦死了，怎么还没干呀？大心仪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还好意思说呢？昨天你喊我来你家，结果你把我拉到卫生间，自己就睡着了。本来是想送心仪情人节礼物的，真是喝酒不食。Happy birthday， 冉总！全是同事。啊，那怎么办呀？不管了，我先去厕所。不好意思啊，请进吧。哇，冉总这好事啊！冉总这也太豪华了吧，这装修真有品味。哎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我新买的眼罩。对，眼罩，一看就是眼罩，是眼罩，一看就是眼罩嘛。冉总。你们家厕所在哪儿啊？那边啊，好好好，不对，水杯还在里面。哎，憋死我了！啊，嗨，你能看见我啊？救命啊！哇，有鬼啊！里面。Hello， 我说我也刚到，你们信吗？啊，那什么，冉总，我们有事，我们先走了，先走了。哎，你们等等我啊！哎，冉总，那我换了衣服，你先走啊。送我这么好的礼物啊？因为反正也是我吃。爸，这没有你爸也要董事长。三个月不报了你的身份，就通过考验。好的，董事长。决定着随时向我汇报。是，董事长。老大，第一关，从所有面试者中选出最优秀的一个留下。有意思。别，不过我有戴维教授的推荐信，周氏集团我势在必得。可是我记得戴维教授好像从不写推荐信。那是你方法不对。哦，入职名额就只有一个，试试还不一定呢，别高兴得太早。哎，我看你领带好像歪了，怕影响待会面试。好啦，谢谢。哎，怎么样，他连金融学的必读教材都没读过，能力不行。他争强好胜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， pass。他就不用说了，至于那个小姑娘，没有硬伤，暂时留用。厉害啊，老大。哎，还有别的考验呢。哎，你今天也入职啊？是啊。那以后我们就是同事啊。嗯。新来的还闲聊？把办公室卫生做了。主管，我们入职的是金融部。金融部，你配进吗？像你这种心比天高的小白脸，都不愿为公司付出一点小事。我别发火。什么态度？你说什么？算了，我们都新人，主管，我们这就去。哎呀，走啊！哎，给每个同事买杯咖啡，前辈提点你很辛苦的。待会儿我陪你去买。董事长，老爸似乎并没被难倒，这才刚刚开始，好戏还在后头呢。戴心仪这么喜欢玩游戏啊，明天上班之前能玩点人家就给我走了。哇，可是我才心疼啊。又输了。我的老板是猪头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的老板脑袋抽风，他竟然让我一晚上上王者。怎么可能啊？对啊，那不如我带你。好啊。别露戏，帮我看。耶，又赢了。但是你不错呀。看我那个领导还有什么话好说。你们领导应该很帅吧？哎，尖嘴猴腮的，整天板着个臭脸，凶死了。啊，也没那么糟吧？哎呀，是真的不咋地。而且啊，他声音巨难听，公鸭嗓，每天嘎嘎嘎嘎的，烦都烦死了。回头再看看你，逆风翻盘从来不慌，总能和我爷夫联动，关键是声音还超好听。好庆幸能够在 TT 云上遇到你这样的游戏 CP 啊！嘿，这样。那不如我们面基一下啊！明天晚上6点 ，T R 咖啡厅。我手续没回来找你。小哥哥声音这么好听，一定很帅吧？
怎么办？我去，竟然是他！不过他应该认不出来吧？你好，你是我的老板是猪头吗？你认错人了，我是鱼头。人头，我家着火了，我是人。既然是我的游戏 CP， 怎么能不陪我约会呢？